大家好，早晨。大家早上好。听日系九月六号。明天是九月六日。系主耶稣亲自拯救我二十四年嘅日子。是主耶稣亲自拯救我二十四年的日子。大家好，我叫郑花兰。大家好，我叫郑花兰。因为从细缺乏家庭温暖。因为从小缺乏家庭的温暖。得唔到父母嘅爱。得不到父母的爱。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价值的人。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。我成日都问过天。我常常问天。为什么我要来这个世界？为什么我要来这个世界？十四岁我已经差点饮了樽滴露。十四岁我已经差点喝了一瓶滴露。二十三岁那年我饮了很多酒。二十三岁那一年我喝了很多酒。之后加多十粒蓝精灵自杀。又加了十粒蓝精灵自杀。我没有入到医院。我没有去医院。竟然莫名其妙的没事。竟然莫名其妙的没事。当然今天我知道这些一切全都是恩典。当然现在我知道这些全都是主的恩典。当时世界上有一个唯一爱我的人。当时这世上还有唯一一个爱我的人。一个没有血缘关系。一个没有血缘关系。照顾我的婆婆。照顾我的婆婆。有一天放我回家。有一天放学回家。我哥告诉我听，我哥哥告诉我，婆婆昨日突然间心脏病发死了。婆婆昨天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了。我喊，我哭，我妈就兜巴声我，我妈妈就打我，在我面前将婆婆亲手做给我那些枕头、衫同埋帽在我面前剪烂晒去。在我面前将婆婆送给我的衣服、帽子全部都剪烂掉。嗰刻开始。那一天开始，我好憎我妈，我很恨我的妈妈，我亦都好嬲主耶稣，我也很怪主耶稣，点解将我唯一嘅婆婆都拎走？为什么要带着我唯一的婆婆的性命？所以我话过，所以我就发觉，我呢一世我都唔会信耶稣，这一世我都不会相信耶稣。你唔好同我讲耶稣，不要跟我讲耶稣。我觉得只有结婚，我觉得只有结婚先可以离开我这个家，才能够离开我这个家庭。有钱先有存在价值，有钱才有存在的价值。所以我会求神问佛，所以我会求神拜佛，玩茅山，玩茅山，求财求姻缘，求财求姻缘。廿一岁至廿五岁嗰年，我揾到好多钱。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，我赚了很多钱，大约有一百万到啦。差不多有一百万，有车有楼，有车有房。在工作里面我认识了一个很有地位的男人。在工作上我认识了一个很有地位的男人。同他一起那五年，和他一起待了五年，算是我人生之中最风光，算是我人生之中最风光。九七年金融风暴，九七年金融风暴，我的钱炒楼炒股票没了，我的钱炒楼炒股票都输光了。而最大的打击，而最大的打击是他变了心，是他变心了。我就好像在天堂跌翻落地狱咁样，我就好像从天堂跌回了地狱。讲好下年结婚，我本来说好下一年结婚，我亲手画织嘅钉屋，我亲手规划的钉屋，被另外一个女人住咗，被另外一个女人住了，我完全崩溃咗。我完全崩溃了，食唔到，吃不了，瞓唔到，睡不着。十日里边，我由104磅跌到得翻85磅。十天里面，我从104磅跌到了80多磅。有两把声不断喺我脑里边争战，有两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征战。一个男声好鄙视我咁样同我讲，一个男生很鄙视的跟我说，全部都是你自己攞嚟嘅，死咗佢啦！全部都是你应得的，去死吧！另外一把很温柔的女仔声跟我讲，另外一个很温柔的女生跟我说 ，Apple 起身啦，你咁落去唔掂噶啦。Apple 振作，你这样不行的。我又好似癫咗咁样指住个天，指住我屋企个茅山神坛嚟啦。我好像发了疯一样指着天，指着我家里的茅山神坛大骂。我唔知道你哋边个系神。我不知你们谁是神。你哋咁唔中意我。你们这么不喜欢我。你哋收我命。你们就收了我的命吧，给我死了，让我死吧。97年8月31日，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，戴安娜车祸死了，戴安
安娜车祸死了。对于佢，对于他，我感同身受。我感同身受。九月六号，香港直播佢嘅出殡。九月六号，香港直播他的出殡。当时我已经虚弱得魂不附体。当时我已经非常的饿。虚弱得魂不附体。已经魂不附体。开住电视，只系想有啲人声。开着电视，只是想听一点人声。电视播出音乐。电视播出音乐。我开始流眼泪。我开始流眼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眼泪就自己是这样流了出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眼泪自己流了出来。我不识英文。我不懂英文。我不知道他们唱什么。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。于是我很好奇地望向电视机。于是我很好奇地看向电视机。见到士兵抬着戴安娜副棺材入教堂。见到士兵拖着戴安娜的棺材进入教堂。见到前面有两排穿着师袍的小朋友和大人在唱圣诗。见到前面有两排小孩和大人在唱圣诗。电视打出两排字幕。电视打出了两排字幕。上帝造人的生命是公平的。上帝造人的生命是公平的。无论你来到这个世界。无论你来到这世上。怎样争取你的名誉。怎样争取你的名誉、地位、地位、钱财、钱财、富贵、富贵？你怎样赤身而嚟？你怎样赤身而来？亦都系赤身而去。也都是赤身而去。什么也带不走的。什么也带不走。我呆咗望住佢啲歌词。我呆呆地看着那个歌词。点解呢啲歌词好似同我讲咁呢？为什么这歌词好像在跟我讲话一样？我脑里边出现咗一部八米嚟放映机。我脑海里好像出现了一个八厘米的放映机，一路放映紧我呢十年点样揾钱，一路放映着我这十年怎么样赚钱，点样迷失我自己，怎么样抹杀我自己，一幕一幕咁样，一幕一幕的这样，就好似歌词所讲，就好像歌词所讲的，真系咩都带唔走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咩都冇晒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嗰一刻我感觉到有一个暖流，那一刻我感觉到有一股暖流。好像一个金钟罩咁，好像一个金钟罩那样，喺头嗰度降落嚟，从头顶降下来，行满我全身，充满我的全身。我好似被一个人好紧好紧咁揽住，我好像被一个人紧紧地抱住，充满爱嘅感觉，充满了爱的感觉。我眼泪就不断咁流，我眼泪不停地流，直到感觉到身上边嗰啲石头都冲走晒，直到我感觉身上的压力都冲走了。整个人都好似轻咗，整个人都变轻了，好似倒空咗咁样，好像是变空了那样。有一种好喜乐，有一种很喜乐，好有希望嘅感觉，很有希望的感觉，从我心里边涌出嚟，从我的心里涌出来。我好兴奋咁叫咗出嚟，我很兴奋地叫了出来。原来呢个世界真系有耶稣啊！原来这个世界真是有耶稣的。佢嚟同我讲嘢，他来和我讲话。于是我亲口咁讲出呢五个字。于是我亲口讲出了这五个字，我要信耶稣，我要信耶稣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戴安娜的丧礼里面信了耶稣，在戴安娜的葬礼上面信了耶稣。在主的带领之下，在主的带领下，我成为了一个痛症的治疗师，我成为了一个痛症治疗师。在治疗病人的期间，在治疗病人期间，我都会分享见证，我都会分享见证。有位客人问我，有一位客人问我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有没有想过？那些字是主耶稣特登给你看的。那些字是主耶稣特意给你看的。其他人看不到的。其他人看不到的。我以为他讲歌词的意思。我以为他讲的是歌词的意思。我答他。我就说。后来我信了主之后，我知道是出自圣经传道书五章十五节的。后来我信了主之后，知道是圣经传道书十章十五节。我都想知道那首诗歌叫什么名字，我都想知道那个诗歌叫什么名字。但是丧礼是没得重播的嘛，但是丧礼是没有办法重播的。于是乎他很严肃地跟我说，于是他很严肃地跟我说，我都有看直播，我都有看直播。你所讲的那一段，你说讲的那一段肯定是没有字幕的，肯定是没有字幕的。
即係好似我見到呢個畫面咁樣，係冇字幕。就好像這個畫面是沒有字幕的。但當時我見到係有字幕。但是當時我看到是有字幕。我真係好震撼，當時我聽到佢咁講。聽到他這樣說，我真的很震撼。主耶穌竟然用呢個神蹟嘅方法拯救我。主耶穌竟然用這種神蹟的方法拯救我。令我知道喺佢嘅眼中。让他知道，让我知道，在他的眼中，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。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。感谢赞美主。感谢赞美主。今日我都想分享多一件事。今天我还想多分享一件事。今年的一月。今年一月。我小便突然间大量喷血。我小便突然大量出血。我以为是癌症复发。我以为是炎症复发。后来发觉膀胱有一个肿瘤。后来发现是膀胱的肿瘤。医生话可能系膀胱癌。医生说可能是膀胱癌。小便喷血持续咗一个月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月。入咗医院四次。入了四次医院。我深深感受到圣经中血流妇人嘅恐惧同埋无助。我深深感觉到圣经中血漏妇人的恐惧和无助。牧师弟兄姊妹知道咗之后。牧师和弟兄姐妹们知道了之后。都恳切为我祈祷，都恳切地为我祈祷。上帝听祷告，上帝听了祷告，化验的结果竟然是，化验的结果竟然是，拿出来那个组织变了血块，拿出来的组织变成了血块。六月再做内窥镜检查，六月再做内窥镜检查，肿瘤已经消失之于无形，肿瘤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医生完全解释不到，医生完全没办法解释。在这里我想多谢各位为我祈祷的勇士。在这里我想多谢各位为我祈祷的勇士。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我主耶稣基督。